在五三零之后第一次的演唱会。我们又长了一岁了，又大了一岁。哎，所以我们正式的进入二十年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我们二十岁的第一场演唱会啊！天哪，好可怕！就献给深圳的朋友们。外面刚刚下大雨了，还好吧，都没有淋湿啦。啊，那淋湿了，是不是该早点回去梳洗一下？好了，我其实也蛮……阿浩，这时候就你这时候就要懂得打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再问他们一次，是不是淋湿了？你们是不是有淋湿吗？是不是淋湿了？湿透了，我会在这。我在这边先放水，教你们一下后面的歌哈。后面有一句需要大家大合唱的歌，那句的旋律是：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全唱错。这首歌发行多久了？第一句还是会唱错。第一句就是小情歌，好不好？后面才是啊。后面才飙高音好不好？拜托你们没有在参加歌手，不要在那边给我飙高音，好好唱歌就好了。小情歌，很准，音很准，很棒。好，然后到第二段才是小情歌，很好很好，很准哎。我就想到，还是我们可以玩一个波浪舞的感觉，就走到哪里，然后那个波浪就转到哪里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。女士，这么过时的游戏。大家随着张凯帅气的身影，伸手就好了。哎，你这个带波浪舞的有点太轻松哎。一般是这样子，对啊，就是跑要用跑的。对啊。经过的地方大家才可以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有点不劳而获哎。就从我前面开始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慢慢跑。他自己跳，发出很微弱的笑声。现在第一圈是片刻永恒区，有第一圈片刻永恒区，第二圈看台区第一层，第二圈是看台区第一层哦。第二圈还没结束，第二圈快跑完了，接下来第三圈楼上的朋友，还没有，还没有用到。对啊，楼上朋友在看我。楼上的朋友，你知道，整个表演是需要分配一下那个力气的。我发现我在第二首就已经把所有力气都要用完了。不会吧？你这么人。对啊，而且你整场也没移动什么位置。我几乎每首歌都四面走哎。你多跑几圈快点。第三圈。往这边跑。第三圈楼上的朋友。楼上有很多朋友，所以跑一圈是不够的。他们也挥起他们的双手，随着张凯的身影。第三圈、第四圈、第五圈、第六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其实蛮喘的。既然刚刚嘉凯玩过波浪舞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会在这里玩吗？我们不可以，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在整。刘嘉凯的感觉就是逼他跑步，因为我也要跑三圈，来是吧？对，公平，你三圈我也三圈啊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在这里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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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我现在能跑去哪？那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波浪吗？来，请阿拱指挥我。好，准备我们第一圈。体力分配一下，怎么第三首歌就把体力用完了？真的耶，好累哦，好累啊！小薇，我没有办法了，这场没有办法唱完了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了啊！
呀呀！不是这演技也太好了吧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厉害的就是他又站起来